那么院长针对这份公开信在事前完全一无所悉。哦，是因为今天有四位就是独派大佬针对总统蔡英文的议题发出一些说明嘛。那后来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有提到说这部分可以去问院长赖清德。那对于说四大佬的议题跟柯文哲对于赖清德的说法，那有没有今天有没有院长有提到？那发言人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完全不理解柯市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言。针对有大佬在今天发布公开信，那么院长针对这份公开信在事前完全一无所悉，好，完全一无所悉。所以我们要再次的表达，我们不了解柯市长为什么要这样说。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个市长的发言，不要造成无谓的这个误会或是内耗。我想中央跟地方联手合作，为人民打拼比较重要。